在格林童话中，七个小矮人帮助了公主，躲避了皇后后妈的迫害。在哈尔滨童话中，七个白雪公主忍受不了后妈的霍霍，组团来投奔小矮人。哎呀妈呀，出大事了！这八个白雪公主和一个小矮人跳得不错，我就是担心魔镜有点为难，不知道谁是世界上最美的那个人了。墙上的魔镜，谁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？这完全是穿越和混搭哦。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好吗？我们是来自春绿如茵，夏红如霞，秋黄如金，冬白如玉的美丽哈尔滨。哎呀，太有正词儿了，大爷。老能整。我们呢，这个舞蹈队叫酷西洋老年健身街舞队。哦。平均年龄都快70了。您老呢？我今年80岁。哇，越老越红啊。对呀、啊、是越老越红，是越老越红，越老越红、啊、谢谢谢谢。